玩转柬埔寨有你更精彩，这一站金边前十个月，柬埔寨鲜芒果出口量超200万吨。今年前十个月，柬埔寨新鲜芒果出口量高达202,141吨，同比增长 157%。据农业部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，柬埔寨芒果主要出口到七个国家和地区，其中越南是最大的出口目的地，其次是泰国、中国、韩国、中国香港地区、新加坡和科威特。报告指出，期间柬埔寨鲜食芒果出口到越南累计超170,000吨，泰国2吨，中国2000吨，韩国100吨，中国香港50吨，新加坡16吨和科威特0.01吨。期间，渔芒果出口量达15,651吨，其中出口到中国超10,000吨，泰国1,000吨，菲律宾800吨，越南和日本500吨，英国和韩国17吨，美国8吨，中国台湾地区3吨，哈萨克斯坦0.05吨和俄罗斯0.002吨。此外，柬埔寨还出口74,400吨芒果糖浆至菲律宾和中国。